朝野要针对修宪案来表决，问题是民进党常年坚持的，包括居住人权，还有这个动物生命权，怎么到后来都不见了呢？李文，事实上修宪因为它的门槛很高，它必须要有全民高度的共识，但是你就可以看到民进党是阿爸习惯了，事实上暴露出他们对这次的修宪根本一点诚意都没有，所以在程序上面完全就是强度关山，我们就不跟他玩了。你今天没有国民党的支持，没有朝野的共识，连立法院都出不去，那如果连立法院都出不去，你还要硬要表决，就一定胎死腹中嘛。所以民进党摆明的就是要让修宪失败啊，然后还要栽赃给国民党嘛，就是演这种奥秘嘛。你想想看，当年李登辉修宪为什么会成功，当时李登辉多么礼遇民进党，跟民进党多次协商，我当时是民进党的协商代表，